傻逼的意思啊？啊，真的是这个意思吗？是，我不知道。哎，我那个亲家嘞，你这是又在弄啥呢？不是还有，哎，我问一下啊，那么进河南话还有点意思啊，我们就聊一下这个河南话吧。然后那个女孩形容一个女孩漂亮是怎么用河南话说？怎么说？啊，来站过来，来过来。再形容一个女孩长得漂亮怎么形容呢？啊，哎呀，长得真准。这辈子长得可真准啊！对，这长得可气整了啊！气整，这个形容一个女孩屁股长得大是怎么说的？就是你们河南老街坊，就哦，这屁股大男生。屁股长得大怎么说？屁股是怎么说？啊，顶。顶是吧？对，一个月字旁一个顶。哦，就是这个哦，这个妹子的顶可真大是吧？对。哦，那这个顶能用不？对吧？嗯。啊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，就是说哦，这个妹子胸好大，普通话叫胸，然后你们那儿叫什么？也是胸。也是胸啊，胸啊！你知道重庆是怎么说吗？哦，我不知道。你想听吗？啊，你说嘛。咪咪，咪咪啊！那这个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重庆是这么说。啊，这不知道是吧？哦，那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啊，你怎么弄啥呢？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在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嘛，对吧？嗯、然后那个是形容这个妹子长得好看，你们是说这个妹子？这妹子长，河南话吗？啊，长得真气整。感谢宋少哥，感谢宋少哥，整啥？长可好看了，可气整。气整，不然这兄弟们把俩那个字给我打在公屏上，齐整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啊，就是整齐，对对对，齐整的意思是吧？啊，对，齐整。啊，然后我们那个稍微深入的一个话题啊，就是说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胸叫胸啊，屁股叫腚。啊、那不是东北话，嗯，那就是说，那你要是你跟你男朋友就在嘿嘿嘿的时候，我们网络上很污嘛，就那叫网络上叫啪啪啪，啊，然后那河南话叫啥呢？啊，就是啪啪啪！屁，怎么不可能？那个网络化的，最是吗？就是啪啪啪，好像真的平时叫啥呢？就叫啪啪啪呀，没有其他的词吗？没有啊！不可能，你知道不？他不是河南的，我不是。你不是是吧？那你是哪里的？我是江西的。哦，江西那边叫啥？没有，就是这个吧。啪啪啪呀！不是，然后不是我问一下，你们这里肯定有河南人，肯定有河南人。来，我问一下。是那个什么，他们叫啥？靠鼻，你美的也是没谁了，你往这河南的叫靠鼻。哎呀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听说天，来过来过来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呦，我的个天哪！哦，他们说的叫滚床单。啊，滚床单啊，这个有。对，叫滚床单，然后还有人说叫抠鼻，是那回事吗？这个没有，这个太恶俗了。太庸俗。对。太庸俗了。一般骂人的是什么意思？骂人我也不这么骂。骂人的肯定靠你骂了个。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人。看出来，看出来，就是那个什么嘛，就是我们研究的当时我们的地方语言嘛，地方语言啊。来，老妹儿，你是上江西哪里的？江西上饶的。上饶是吧？嗯、哦，上饶。那你们那儿，你们那个地方考不考啊？嗯、你们那个地方是不是要考笔呢？啊、是不是要考笔啊？没有。哎呦，那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哎，真好玩啊！然后你们是在重庆来旅游吗？啊，对。啊，玩多少天？玩一周啦。玩一周是吧？好玩吧，重庆？好玩，好吃。啊，你们是那个什么河南？